上先带你来关心新闻焦点。前瞻条例抄袭前政府的政策吗？立委王定宇说是马政府抄袭陈水扁的政策。中经院表示，台湾景气扩张呈现趋缓，但下半年景气仍然可以期待。川崎台通网话，北韩今天又射弹，川普连发两条推文回应。香港记者协会示警，去年香港有三成半主流媒体被中共红色资本操控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